皆さん、こんにち家，大家好，我是里面的日老师米野工。哎、欸，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日的这个表达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首先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的日的发音怎么读呢？你们读一下，天狗になる，天狗になる。嗯，你们看到这个。 天歌的汉字，就是天狗的汉字的时候，联想什么呢？嗯，在中国也有，嗯，天狗，嗯，哎，有时候在传说中出现这个天狗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嗯，中国的天狗和日本的天歌的样子。 嗯，完全不一样。日本的天狗的样子呢？嗯，不像个狗。嗯，日本的天狗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有一点害怕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么我们看一看日本的天狗的特征特徵，我们一起看一看，好吗？ 首先，嗯，顔が赤い，嗯，顔，脸，他的脸是红的，红色，赤い。然后呢，鼻が長い，他的鼻子是长长的，嗯，鼻が長い。然后呢，翼ばがある，翼ば就是翅膀的意思，嗯，它有着翅膀，嗯。 はよな、山伏の服を着ている。うん。えー、タチワンじゃ山伏で衣服。山伏是什么な就是日本的修炎者。うん。えー、日本的修炎者的衣服。他穿着ンじ的衣服。うん。然后、这个葉っぱのうちわを持っている。うん。 葉っぱ就是葉子的意思。うちは、嗯，船上。嗯，他拿着。嗯、葉巴ぱのうちは、嗯、葉子的船上。嗯，然后え、欸、一本ばの高いギターを履いている。嗯、ギタ就是木鸡的意思。他穿着木吉什么样的木鸡呢？就是一本ば。嗯，就是这个呃，指、欸、針的部分。

嗯，比如说，呃，他使用这个箱子，然后呢，这样，嗯，可以控制天气呀、啊，嗯，还有呢，有个翅膀，所以呢，可以飞来飞去呀、啊，像仙一样的，嗯，非常非常，嗯，厉害的，所以呢，很多人，嗯，害怕这个天歌。 好的，那么我顺便介绍一下日本三大妖怪，日本三大妖怪。嗯、呃、这个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可是呢，嗯，我介绍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，好吗？嗯，诶、呃，这个，这个三个，嗯，就是日本三大妖怪，嗯，奥尼、卡巴、天歌 嗯，欧尼我们学过了，嗯，欧尼尼卡纳波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看了没有那个视频？嗯、如果你们还没看的话呢，看一下欧尼尼卡纳波的视频，好吗？嗯，欧尼还有卡巴天狗，嗯，这次，嗯，出现的这个天狗，嗯，你们顺便记一下，好吗？ 好的，那么天狗にな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天狗是非常厉害的，嗯，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力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害怕。所以天狗になる就是自负起来，洋洋自得，嗯，傲慢，自负，翘尾巴，嗯，这样的意思，嗯。 好的那么具体的に、什么时候使用这个表达、这个管用语呢比如说、这样的情况。嗯、这个男夸ら一下。这个女的然后呢。う这个女的、傲慢起来了。嗯然后呢。う这个練習。えー、本当に君は少し褒めるとすぐ天狗になるね。うん。什么意思な 嗯，你真是的，嗯，我夸了一下，就马上诶、欸、傲慢起来呀，嗯，这样的时候可以使用天辜你拿的。好的，那么你们现在知道啦，天辜还有呢，天辜你拿的意思，嗯，天辜你拿的是便意思所以呢。 嗯，这样不好。天过你那路是不好的情况。嗯，哎，如果你天过你那路的话呢，可能很多人都讨厌你。嗯，应该谦虚一点，是不是？<laughs> 好的，那么这次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拜拜。